位于布洛涅比扬谷的布希洛城堡 Château Bartilot 是一座18世纪的建筑，保罗贝尔蒙多博物馆 Paul Belmondo Museum 内藏有法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古典雕塑家保罗贝尔蒙多 Paul Belmondo 的精美雕塑、奖章和绘画作品。它由原始石膏模型、预备作品以及大理石或青铜作品组成。这法国独特的收藏是这位雕塑家的孩子穆里尔、阿兰和让·保罗于2007年向布洛涅比扬谷市捐赠的成果。该博物馆于2010年9月落成，展出263件雕塑和雕塑模具、452枚奖牌和预备品。作品、966张图纸以及由草图、素描本、工具和家具组成的工作室收藏。受到18世纪珍奇柜的启发，它为参观者提供了一个清醒而雄伟的宇宙，同时也透过见证艺术家准备工作的可参观保护区提供了一种非常亲密的氛围。这次旅行还可以让您探索保罗·贝尔蒙多 Paul Belmondo 的艺术巢穴，该巢穴由他的蒙帕纳斯工作室重建而成，而花园和主庭院则展示住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两尊青铜雕像是由个人捐赠安装的，和其他雕塑家的作品。他的时代以及临时展览